朵娜，发光乳霜粉钻瓶。今天到了这一刻，有没有？全身的盔甲都卸光了。每次跟着大家去旅行的时候，会觉得特别放松。但是我跟阿英好像从来没有，我们认识三十几年，我们也没有一起拍戏哈。没有哎。没有，因为我们的感情是革命的感情。在初进演艺圈的时候，几乎是很需要朋友拍拍你的肩膀，给你加油打气。哦，那时候在暴君的威。威严恐吓之下，因为你知道我们的老师是谁吗？王先生。王老先生有快递。咿呀咿呀哟，才来得得得，一直骂。我们大概也是认识五六年吧，然后确实也没有任何时候可以出来这么久的时间。我们好像就一起露营过两天一夜。我跟你讲，可以一起出去玩，然后不吵架、不分手的，就真的是好朋友。我们没有吵过架，因为都是你在骂，都是你在骂他。对啊，一只一只骂。而且最讨厌的，怎么骂他都还在笑，那等于我就是白骂了，对不对？其实我不会骂他，我好喜欢他，因为他那种善良。因为除了我们有点远亲，没有任何血缘关系，但是我们却真的像亲戚一样。他在人生很低落的时候，他其实那时候很想要小孩，但是一直没有那个缘分，没办法圆满。那个年代又没有办法那么好的急救，又是半夜，后来就还是失去了。然后哥哥打电话来，他说：“哎，小阿姨嘛，你今晚在创啥？你有好不？”我一听我就，哥哥。后来顺哥哭得比我还惨，就拍谁？我想说，为了我的事情，他哭成那个样子，够好啦，马吉啦，我怎样啦，我也就勇敢的啦，哥你别哭啦，哥你别哭我啦。两个人在半夜哭成一团。比如说我睡前就突然收到他的简讯啊，或者是广成简讯，因为我们其实四个人，就是我跟薛瑞、广成、广汉。平常就是大家都开玩笑，但喝很醉的时候就会讲真心话，说觉得在当演员的这段过程有你们的陪伴，对自己来说真的很重要啊。然后你们知道我们就是我有多爱你们吗？这样。人家说大地为床啊，这天为棚。我们就在同这个屋子里面，这个世界里面。然后，对啊，对啊。我想我们那个去旅行那个去。它不只是趣味而已，你会发现那个趣是用走，你要去那边都你才能取得到，那个才是你的。去那里找乐趣，对，好不好？下次你喝酒，不要传简讯给我，我骂你骂更久。好，我们就点那个生命之光。看看你好，应该可以。来哦，1、2、3。但是你没有在里面啊。对啊，我就是你不能自拍。那我这样，这是我。那个光影会在眼睛里面会有残留，那个残留像今天的一个最美丽的句子。生命的长度就像那个仙女棒这么样的长度，每过分分秒秒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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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生命的这个不可能任务的步步可能的任务，是必须分秒都去珍惜的。所以我觉得整个晚上都让我很棒。OK， 晚安哦。晚安。OK。棒。你想先洗澡吗？好。你先洗还是我先洗？我跟你一起洗。今天这个旗帜换你了。根据我的昨天经验，我没有一次是记得的。我跟你说，粘在脸上，我做不到哎，都忘记。我跟你讲，你要剪一个小小的三角形粘在脸上。走到这里，我们是不是？哎，我知道你要带我们吃什么了。
中继烧饼，对不对？跟昨天的路线一样。等一下要喝刘正港。没有想到你行程安排这么棒，我也没什么特别安排，那我就复制你的行程好了。也是可以啊，你可以新增一站 Seven。我现在的想法会是，可能会先带大家去老街，大家可以买一些伴手礼，然后大家也可以先熟悉一下彼此。然后接着应该会去潜水或是滑水，因为我还是想要让大家尝试着体验看看水上的运动。如果真的有人很怕水，或者是身体没有那么适合做这件事情的话，那我有准备另外一个备案，所以可以不一定要去潜水或是滑水。接着应该会带大家去吃海鲜的行程，所以我觉得应该会是一个很棒的旅程。你是好阿伯啦！等一下，他就很不好装哎。我觉得他很有那种时代感，很有趣哎，刚好认识一些新世代，嗯，看到他们的。你以前跟他也不熟？我不认识他哎，遇到过，完全不认识他。哎，本来舞台剧会碰到，那刚好又没碰到，又错开，又错开了，对。就光看你这些配备，我都觉得累，真的。想当年二十几年前，我曾经在那边开过一间小店。你已经讲了 N 百遍了。对，因为你要带我们过去看吗？因为你走到这边，你就变成时光隧道啊。所以那时候的设计已经这么好了吗？没有没有，它是呢，过去这十几二十年，它慢慢慢慢的整理。在哪？然后在里面是四眼井。我在找前一，对，前一堂那个中药行。中药行，嗯，中药行在里面。哦，也是在里面。好啊，那很多人哦。嗨，哎，生意兴隆。好，谢谢谢谢，生意兴隆。对对对。配合情况，这个就好像有做蜡烛了。哦，这里是做蜡烛的。对对。每一次再走回中央街，这个时光隧道都是在进步。十多年前他做了一个整理，就把我最早的那个样子重新好像画上了粉一样，就好像可以再撑一百年。非常老的中药行，你好。这是我亲戚开的。啊，真的假的？这是我澎湖的亲戚。我怎么好意思带你来这边？不能开玩笑。四年前。四年前的合照，马上就翻出来了。马上找出来。哇，4年前的。哎，我想试试看他的茶叶蛋跟我的。我告诉你，世世代代慢慢用他们家的精华的那种中药，然后慢慢炼制。104年呢？对，而且你要注意，你现在看那些柜子，它救过多少澎湖人身体的问题？你看每一格，谁的身体哪个器官需要哪一个药草去 balance， 嗯，都从那边抽屉这样拉来拉去，这个抽屉拉的次数应该是我们三辈子的走路的步数到不了。我们那个门把都已经定型。好，哇，哎呀，那它真的长得很美。这个东西凹进去就是每天这样开开开，情况因为木头龙超级好。连底下都磨干了。龙威气啊！铁杵磨成绣花针。真的就是感动。那你知道每个过来的人？有的是为了家里的人来求医铁药，为了要煲油，然后让希望家里的人吃得更健康，有好多好多的祈求，好多好多的祝福，好多好多的感恩，然后来到这个地方，然后我就觉得很有生命力。我其实对于那种有一点时代的建筑物都会觉得蛮有感觉的，因为它经过时间，经过了历练，然后每次看到这样子的建筑物都会让我觉得蛮感动。这太酷了吧！你有看到自己对不对？哎，这超酷的，你快看！但是你小心，你那个 camera 不要掉下去。掉下去我真的就……哎，这超酷的。对。你知道为什么要用四个吗？你猜。就是不会吵架。
为什么会吵架？因为很多人要喝水啊。我想要拍我们四个人的头，刚好在那个镜。来来，那个眼镜先拿下，要不然你要掉水里。来，在洞里面，这样。哟，这样。它是乌漆嘛黑的。对啊。可以啦，这就是一个记录啊。一二三。来来来，叔叔教你，叔叔教你。有了有了，有有有，好丢啊，好丢啊！可以，今天可以洗脸了。可以可以可以，来冲一下水，洗礼一下。你说怎么不是在哪里冲啊？在这里可以啊，它就会留在下面。哦，好好好，可以冲那个冰姐的那个猪猪。嗯，净化。净化好。按你的水，你也来洗一下，感觉一下。好。不是啦，洗发精呢？哦。印象中好像也没有看过景，所以也是第一次打水，我觉得蛮好玩。这只鱼有鱼，对，有一条鱼，年年有鱼。它其实是要抖一下的，就这样，这样子对不对？嗯。看到没有？打成斜的，然后让它捞到。有没有？不愧是高手，厉害。对，这整桶就满满的。佩服，在我们小时候那个时代，哪有什么自来水？家家户户都有古井啊。然后你不用抢水，你是被他塞神窟，那个动作叫抢，大象的意思不是啦，捞水的意思。我觉得一个勾金鸭冰啊，很多故事，但现在已经变成一个打卡的景点了。其实这次我更知道这个孩子到底在想一件事。我一直在学习那个重叠世代，找到他最美丽的接触点。他为什么会带四部照相机？为什么会带四十部？那换底片，每一部慢慢换，换完就放翻。然后他还要测光，我说那边已经有一组人在测光了，你现在在里面还要来一个单独测光，水啦。那我希望你们吃到一点阳光。我吃到一点阳光，可以啊。哦，我看哪里，都可以，你开心就好。其实你不用特别看我，你就跟石头产生连结就好了。再一张，再一张，真的真的，最后一张，来喽，三、二、一，绝世帅哥。其实是加分的啦，因为可以帮你记录很多很好看的照片，而且其实要把人拍得好不容易，但温温是真的可以啊，只是就是很烦啊。继续前进，耶！我已经拍掉了一卷半，一卷了，一卷半，也蛮快的耶。我其实带了蛮多的，所以你们有想拍都可以跟我说。这下看起来，烈阳手作，看起来客厅很大。嗨，它是一间很厉害的、很厉害的甜点店。甜点，是的。哇塞，千层的蛋糕是红的。应该是仙人掌，对。仙人掌的千层蛋糕。仙人掌的柔软在这边出现，因为仙人掌本来它就是一个非常有个性、满脸都是牙签的一个家伙，但是呢，他内心有那种非常迷人的颜色。仙人掌千层有一种冰沙的感觉，因为它的这些都不会腻。嗯，不腻的。这个仙人掌比较有意思。其实你没有发现，如果在这个这么热的地方，其实你喝很多东西，它很快，因为你的新陈代谢变快，它很快就会散发出来。如果你太咸太浓，等一下你自己就会有感觉。等一下就巧克力，甜甜的，都有盐巴在上面。
我有一年还在景福祠，我说我有一年还在景福祠这边求到一个发财经。哦，这是念慈吗？对。是不是那个我们那天来印章的地方？哎，可以拿，可以拿，对不对？还没，明天，还是我们去看一下，问一下，反正都经过了。那经过。顺哥，你有去过那个很厉害的天后宫吗？这里就在这里啊，你右转就到了。对。但是我想跟你说，就是你去那边要一砖一瓦慢慢去品味。好。对。那我们要先问他吗？还是？他说明天吗？明天。明天仔那个印章，明天仔在喝。好了吗？好了。耶。这就是缘分，顺哥。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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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塞！我加够五的呀！你看，大嫂连本钱就还给我们。好，新世界，好，可以，我会拿着。哎，要泡茶吗？不用泡茶。不用，我们后面有很多行程。我们来去拜拜。我们来去拜拜一下。哎，刚好把那个黑糖糕拿去拜拜一下。好啊，那我们顺便去求个签啊。可以。多带一盒。不用，可以了啦。寒冷了，把它放在里面没关系。大姐，谢谢。OK， 那我们就去天后宫了哦。谢谢。OK， 太棒，我想问猛话麦，结果真的好了。大嫂，拜拜，下次再来。去求个签，恩温啦。哦，你看这个门，哎呦。哦，哎，原件，对呀，哦，哎，你没有走进来里面吗？很久以前哦，太久了。印章，贴出来，个人拿个人的，拿印章拿。冰姐的，哟，很漂亮哎，对耶，哦，哎，你说这是不是坚毅？对。哦，你看，他把我可爱，他把我弄得这么可爱，很自在的。我的也是。耶，他特别日特别大，有高的有差。非常非常喜欢这印章，就是有一种一获得它的时候，应该要把它当成传家之宝，好好的保护它的感觉。哇，他帮我刻错字了。啊，真的吗？假的。对。哎，我写云。耶！哦，他以为是文，他以为是文呐。没关系，那我们去跟他讲就好了。好，没有关系，因为呢，他说姑姑生病了。嗯。那因为当时我跟他看的那个白，就是要呢啊去画那个病体的。我们玩石头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比较浓的颜色，就是说对于病理身体的那个洁净的过滤啊，观音大士他都去求身体好啦。求啊，前面不要有障碍啊，赶快清澈一点点。如果近期的时间里面，周边有谁突然间生病了怎么样？我觉得你可以刻上一句祝福的话，或者你知道是谁，就刻他的名字送给他。可以啦，我还是刻啊。但没关系，我觉得这个主要是一个意念。对，我觉得字错没有关系。搞不好就借别人把他带走。但是是谁？对，所以我觉得没有关系。OK， 好，心念一转，什么事都对了。仙瑞在里面突然含着眼泪，每天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不一样的问题，那种稠度或是浓度或是重量都不会是一样的。但是你当你知道它的变化，然后跟跳绳一样跟着它的节奏转化了一下它内在的那种感受。你一定可以帮到他。其实也对，因为我给我姑姑本来就不是为了要给她用盖章或什么，我只是希望她可以带在身上，是一个象征性的东西。每次听顺哥讲话，我都觉得很有智慧。可是他讲起来，他自己可能就是觉得，哦，这就只是一个很平常的事情。但是对我来说，是一件受益良多的话。来，超可爱，
而且我每一年都会来投一张。嗯嗯嗯。呼，其实看似电脑选号，嗯，但是冥冥之中就有姻缘。对，走吧。我是花甲之年驾青春，我是春风少年郑得意，走，跟着我们去旅行，按上订阅，加上小铃铛，行程超乎你的想象，呀，订阅哦，赶快按这里哦。